啊，即马正霞啊，双方啊，要来来安尼决斗的种的剧情的这描写，这大概的内容是差不多安尼。伊这乐器啊，听讲是印尼啊特殊的乐器，伊是用铜片啊来安尼来甲做成的，啊卡落轻轻叫，印尼特殊的是音乐的乐器。哦，即马出来这就是八两，这是代表。啊，仁慈甲善良的古代的这动物，这像咱遮的西头，布一些啊面布啊较水泥。八两，啊个善良的代表。即嘛，出来这阿狗啊，这就是阿这八两的七桃伴，因两个是真相好。阿狗啊，表演的动作都是高多东。现在这就是表示说这八两啊跟这阿狗啊在这森林里面在这七头的场面，嘿，啊你来点么在度过哎，你看困了，还差还差。很壮，是安尼安尼的。哦，这是晒晒了。好，我给你抓沙布。抓个有，抓个有，抓个酒。来来，再抓，再抓。抓到，他跳槽。过来啦，也会上啦，这边啦，往这边。
抓也抓不了，你是无洗身躯的。这阿狗啊，阿去反正一日金蕉来，吼阿个啥，鸡皮毛只阿个飘在边啊去。吃吃，嗯，你给我钓，阿卖啦，卖派啦，派啦，来来来来，好你吃啦，好你吃啦，哦，一边上啦，哦，上我个钓，别别别别别别，嘿嘿。小狗啊，然后甲创治，乖，乖，阿麦去啦，来啦，来啦，我咧吃啦，乖乖就是乖，你按狗咬掉，吃阿爸娘，阿咧咧丢了，来来来，我是要改教。啊、你家去吃啦，呵呵呵，搁啊较善良，会巴良，安怎创治嘛就爱发生的，这是场啊开场，或者轻松的表演。啊，即马啊，所以就是村民，伊就是啊，较早伊个囡仔不去学老虎食去，啊，即马出来啊，想要来吃老虎报恩情。嘿，嘿，你要创啥？唔通学别来哦，伊唔是虎哦。你是八两哦，只狗啊对三个人，哎，哇，屁个闹，屁个闹，哇，这村民啊屁个闹一下，伊讲这八两不是老虎，伊在村民啊八两做老虎，要甲拍，啊这阿狗啊也只八两，这嘛是场。啊，轻松的场面。啊，即马这就是印尼啊特有的一些印尼舞。一即场啊，就是。主要介绍这印尼特殊，或者印尼舞以外，啊，这两个啊，就是啊，代表讲这啊，荣德或者艺业，因为千变万化啊，变做比例啊，出来就是要来探国王这边或者进行。伊这故事要未开始进行，啊，这三场就是啊较轻松，啊，互观众安尼轻松轻松者，啊，过来互咱欣赏者，这印尼或者啊这舞蹈，啊，故事就是啊各个戏目再来开始。故事大概的内容就是讲这荣德这派一些动物啊，想要抓这王子啊来甲做祭品，啊国王甲皇后甲遐大臣拢收到伊这扇门啊法，第时啊
大家心地不清，啊，将房子交予伊，啊，若无这八娘，这设法解救这王子，啊，甲救，啊，真侪这村民的这故事。啊，也大到遮，啊，我那差不多了，啊，即马。是一年五看刷，啊，咱来其他搁刷咯。对接一些西体检，一些结晶，起码各个地方开始，对接开始，就是个最本故事。啊，拢总有三集，第一集布备，请看第二集。